你真係專家嚟喎，嚇！睇你唔，喂，同你講嘢啊，喂，走邊啫？你係咪傻噶？你點解唔睬星哥啊？佢假噶！你講乜嘢啊？咩假噶？你以為我帶咗人皮佢？佢做乜啊？就會 get 到我啊？做乜鬼啊你？扮得幾似啊？不過你呃唔到我嘅，真正嘅星哥係有你阿公主喺身邊嘅。你要我相信你，除非你找到莉亚公主在你身边，我就信你是星哥。你等等，星哥，星哥，喂，文西，文西，你叫面罩云啊？你睇下边个嚟咗？嗨，莉亚公主啊，参见莉亚公主。平身，谢公主。喂，嘉文，你见到公主一啲都唔系兴奋嘅。莉亚公主，你话俾佢听我系边个？咁咪就系你哋地球保卫队嘅队长阿星咯，你唔记得啊？听唔听到啊？莉亚公主都咁讲啦，我真系冇呃你啦。嗱，你系咪可以话俾我听，你系咪有个环评报告啊？是，不过我不讲得。喂，咁你只反口啫，佢唔系莉亚公主。啊？你哋上次冇咁生疏嘅，咪冇生疏，你都拖晒手啦嘛，冇生疏啊吓。唔系啊，你上次有嘴嘴噶。吓？嗯。啊，我知啦，系咪你威胁莉亚公主带你嚟呢度？系咪啊，公主？是啦，就是这种感觉啦，我信你哋，信你哋。你可以告诉我听个环评报告在哪里？可以，我答应得你，我一定告诉你听。不过我不记得了。你不是玩嘢啊？莉亚公主，我真的不记得啊。你认真啲谂下，你认真谂下吧。系咯，份文件对我嚟讲好紧要噶。啊，不过我好醒目，我将佢咧画咗一个藏宝图度。跟我嚟，跟我嚟。Yes, I get it。我将佢保存得好好。东龙位咪即系燕西嗰条村，你冇呃我嘛？冇，我亲手绘制嘅。